这就是狼毒花，据说它是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风景线，有人说它比狼还毒，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。可是从沙漠里走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了希望，知道它的后面就是生命和胜利，也只有它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顽强生存，并奇迹般的开花结果。彼は太君たちもいつも言ってるの、狼毒花でございます。狼毒花。
你还不回家，跟着我干啥？大哥，俺叫梅子，以后俺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的人？俺娘说了，第一个看到俺身子的人，就是俺男人。 你想耍赖啊？那些王八蛋、小鬼子都看到了你的身子，他们都是你男人？他们不是人，你是。 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常常听父亲说起，骑马跨枪走天下，马背上有酒有女人，这就是你的长发术。回家吧。 这是干什么？俺要跟你走。你说什么？俺娘说了。你娘让你跳井，你跳不？跳。我要打仗，身边带个娘们儿算哪档子事儿？你干啥？俺都跟着你。我要是去找女人呢？ 干啥？我最恨女人的眼泪了啊！你救了俺，我救的人多了。你睡了，俺已经是你的人了。我睡的人也多了，都当老婆，岂不很麻烦？ 大哥，河坊上有俺的名字，俺叫梅子，俺是你的人了。
老沙，你一共睡过多少个女人？跟我们哥俩说说。说说。老子睡过多少女人，关你们鸟事儿？怎么不管了？边区有政策，瞎睡女人犯法的。我没瞎睡，睁着眼呢。笑什么笑？老子只知道当汉奸犯法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全体集合！集合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同志们，现在我们武工队里出了一个坏人，他严重的违反了纪律，丢了我们八路军的脸。老邢，你们请过来。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是哪个混蛋糟蹋了你？你给我指出来，八路军会替你做主的。队长，俺不是这个意思，俺是想……没错，听舅舅的话，是谁干的就大胆的说出来。有八路军给咱撑腰做主，怕啥？咱们能让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？舅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是俺男人。哎，瞎说。没成亲算啥男人？快认吧！陈芳，我都知道是你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好，给他进攻。不，李丹呢？这样，给长发升一级，给他个队长。对，队长。你不要不服气，有本事啊，你也钻到小鬼子的空心肚皮里，你玩个漂亮的让我看看。啊！什么？老爸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还晴空万里，怎么一下阴云密布了？庞发把他从鬼子窝里救出来一个姑娘给睡了。什么？真有这事儿？人都认过了，就是他。你是政委，你说怎么处理吧？你可不要打我的主意啊！正好，上级新派了地委书记郑一然同志，马上就到。你呀，还是问问他吧。郑一然，会引来更多的鬼子，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。陈大海，到，你马上到分局报告，让他们派你增援。是。这个狗日的，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啊！我派他去组建武工队，队伍建起来，干得也漂亮。就是这臭毛病，三天两头犯错误。
从队长降为副队长，从副队长降为队员。这一次啊，更过分了。看来，他这次的麻烦就更大了。报告，司令员、政委、地委书记陈毅然在沈家庄与鬼子小股部队遭遇，情况危急。什么？不行，我好不容易盼个秀才来，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吗？啊！是啊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怎么会碰到鬼子？狗日的！哦，秀才，对不起，我这人说话粗，你别介意啊。坐，来来来，我们有个叫长发的战士啊，昨天晚上跑到小鬼子的据点里给他闹了一通，所以今天鬼子就来个报复性搜索了。这个长发很厉害，厉害，确实很厉害。不过，这下面发生的事儿，枪毙了他都够。司令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他呀，把他救出来的一个姑娘给睡了，我政委这个事犯愁了。这有什么可犯愁的？我们是八路军，不是土匪，我们的队伍里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。啊，话是没错呀，可长发不能算是土匪，他是苦出身。13岁，杀了本村的一个地主，逃了出来，学了一身的本事，身上的枪伤、刀伤有十几块，很招女人喜欢。这个狗日的，一天喝不了一碗水，可一口能喝一坛子酒。哎呀，我们是八路军。是人民的队伍，不是那种散沙一团的江湖中人，纪律对我们来说更重要。秀才，将主意讲义气，乱世用人乱战，长发呀，的确是个打仗的好料。抗战爆发的时候，他在国民党一个地方军当司令，带着自己的队伍和小鬼子硬碰硬的干了一仗，这几百人呢，打到最后就剩下他一个。他的父母也都在那次战役中被鬼子杀害了。为了杀鬼子，他才投过了咱们的队。你知道小鬼子叫他什么？什么？狼毒花。喝吧，老常，这是咱们队长犒劳你的。我不喝水，你，我要喝酒。队长说了，要酒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你放我出去，我自己找酒喝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禁闭室，不是立功树讲坛。队长，奖罚不分明，我犯错可以关我禁闭，
我也立功了，为什么不给酒喝？不是不给，是没有。老常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裤裆里的两嘟噜五角早就该割了，省得老出去惹事儿。你说什么？好，就算我没说，老常，别生气。新来的甄书记，这是戴政委，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书记陈毅然报道。戴远志，好，好一个大秀才，欢迎你。从今天起啊，我们可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。哦，对了，老马啊，老总来电话指示，小鬼子要对我们分区进行全面的合围，先头部队已经离这不远了，他让我们分区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好，准备归准备，先锋有赵和。呀，酒来了。怎么了，想家了，姑娘？我让你打的酒呢？哭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司令员，这位。我上当了。同志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新来的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从上海过来的，参加革命打鬼子。让人骗了还不知道呢？让人骗了？啊，手里拿的什么吧？酒啊！我说你上当了不是？那不是酒，那是水。不可能，这是我刚刚打的，是酒。不信呐？咱俩打赌嘛。打什么赌？我能一口气把它喝了，我不信。那你不成酒鬼了？这不是酒，这是水，敢不敢赌嘛？赌就赌，这坛酒十几斤呢，你要是把它喝了，喝醉了，我可不负责任。放心吧，你见过能喝醉人的水吗？他真的一口气把那酒全喝了，我还真的以为是水，就去问酒铺的老板。他说我见鬼了。是这狗日的，一定是这狗日的。什么遇见鬼了？你遇见狼了？竟敢骗走了我给甄书记准备的接风酒。警员，到，给我备马，打狼去。是，算了。这一坛酒啊，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本性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啊纠缠这件事情。
我这次来的时候，上级给我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，我得马上去执行。什么任务？有危险吗？要不要我多派些人？不用了，就到区政府所在地，那儿还是咱们的地方。嗯，反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要疏散转移。现在有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，那儿还关押着37名罪犯。哦，怎么办呢？认真改造思想。认真改造思想。这37名罪犯有惯匪惯偷、内奸特务，还有杀人重犯，显然派部队带着他们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，所以需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坚持咱的个儿啊，地是咱的侄儿啊，爷爷我生来有脾气，不当道主呀。竟然有人比我马快，站站唱唱。小子，马蹄的不错呀，哪个部队的？老乡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也要紧事，把路让开。不行，再比一次，刚才那次不算。比什么比啊，老乡？老乡啊，什么老不老，香不香的？老子是八路。你八路，我还有武工队呢，你咋知道？没工夫你瞎扯，敌人就要来了。鬼子要来，再不让开路，就是汉奸卖国贼罪犯。那你还跟我扯啥蛋呢？还不快走！记住下次的比啊，记着我老长啊！上上，疯子，这，啊！龟孙子，王八蛋！不要以为小鬼子要来就能保你们的命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老子是什么人？老子是小鬼子的克星，老子先杀他们，部队，老子先杀你们，再杀他们。撤！谁也不要害怕啊！哈哈，枪眼没有手指的粗。信不信？不信就给我试试，谁先来？你凭什么杀我们？你还讲不讲道理了？就是，八路军是讲道理的，是不会随便杀人的。撤！撤！会，八路军不会杀好人，你们当然不是好人了。看老子敢不敢杀你们！你是什么人？老子是八路。你也算是八路军吗？看你整个就是个土匪。哼，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了？土匪？
土匪，土匪！老子从来不跟女人计较，我只杀男人。住手！把枪放下！慧文，依然，凭什么？凭你的声音大？他是地委书记，兼军分区副政委。书记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。把他的枪下了。是。不许动！都别动！你不要胡来！老子喝了酒，当心枪走火。你要考虑一下后果。你这种行为。就是土匪，混蛋！没错，老子是土匪，土匪的枪才容易走火的。你们都给我老实点，老实点！站住去！哪个部队的？八路。武工队的吗？八路，我命令你报出单位。八路，叫什么名字？担任什么职务？老子要想当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不当的话，就是酒神了。酒神，郑书记，他就是长发。狼发，狼毒花，小鬼子送老子的绰号你也知道啊？我知道的不止这些。长发，你在耽误我们的正事儿，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，你酒醒以后不要后悔。你们见过孟司令？我刚从他那儿来。怎么，要不要请他来给你避避枪法？我不过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罪上加罪，罪不容赦，罪该万死，罪有应得。你想怎么处置我？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让我后悔，我只好先把你关起来。你敢？你自己进屋去。让我动手，你会很没面子的。就凭他们几个，想保护自己，还得看我老常高不高兴。郑书记，这家伙喝多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这样会把事情闹大，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呢。行，你等我把正事办完。是中国的罪犯，该由中国人治罪。可现在日本人要来了，马上就有一场残酷的大扫荡。他们成千上万的杀害中国人，你们大概都有亲人和熟人是被他们杀害的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无法关押你们治罪，怎么办？杀了你们，你们很大一部分人罪不至死。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不能再杀你们。我代表政府宣布，放了你们。暂时释放你们。你们走吧，各自逃命。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情更好。但有一条，等反扫荡结束以后，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，以一个月为限，继续服刑和接受审查。我强调两句话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事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事。如果到时候见不到，不管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，都以汉奸论处，你就别想入祖坟。这块土地永远没有你的葬身之地。书记就是书记，说出的话比老常的枪还厉害。这样的男朋友的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佳萍，你别去。为什么呀？你大老远的从北平跑来，不就为了找他的吗？谁说我是来找他的？我是来抗日的。还好意思说抗日呢？他现在都已经成大官了，而我们呢？我们却被冤枉成汉奸。证据证明我们是无辜的，找是肯定要找，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去哪儿啊？也不知道那个疯子会把他怎么样。